大家好，我叫郭玉涛，我今年十六岁了，我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，我学习中文两年半了，今天我要讲讲我学习中文的故事，我喜欢玩魔方，我每天都喜欢练习还原魔方，我第一次尝试还原魔方是在我的机器人课上，我的老师在桌子上有一个魔方，我想还原它，但是我花了三天时间，没人帮忙。之后我想学习快速还原的方法，在中文课上。我听老师说中国有很多魔方高手，中国人还原魔方的速度惊人，我特别想去中国向魔方高手们学习，我想参加各种魔方比赛，我想成为魔方高手，这是我的梦想，谢谢大家。